我学的流媒大法试一下。哎，老板，你喝水吧。我不渴啊。你不喝就是我女朋友，喝了就是我老婆，吐吐出来就抓孩他妈。我的妈！老板，我有话想要亲口对你说。先亲一会再说吧。那老板，我亲了。哎，老板，其实吧，我就想让工资涨到10000。好嘞，没有问题。好，谢谢老板。老板，我有话亲口对你说。有话赶紧说。不是，老板刚才敬阳他也亲你。赶紧出去啊！不是，老板你去人事办离职吧，去。不是，老板。老板，你找什么呢？我手机找不到了。手机，我帮你找找吧。不用。我帮你找找，哎，这不得这样的吗，老板？哎。干活去。哎，老板。来了。啊。老板，就他整天迟到，还无故旷工。你。啊。你喝水。我喝什么水？给我换杯热的去。好嘞。这个人。